慢好吗？常爱看少女漫画吗？最近近乎没露面，你有新对象吗？真想带你见见我刚识到的他，我想听你意见，这算是病吧？为何无论我愿意怎样试怎样，也没令自己恋上他？难道没练习太耐，感觉到追不回来，试图再努力爱也显得不自在，耿耿于怀从前的爱，从没有振作过，痛了再痛也应该。难道是寂寞太耐，散手的锁不能开，往事却似断箭，还剩下在体内怀内，放满对你的爱，害怕一直也再没法恋爱。祝你们平安喜乐，午餐吃什么？拜拜。